刘医师，听说你带来一些真正天然的。是啊，其实，在我们阿嬷的偏方啊，其实很多厨房的古代人也是要洗碗，要洗衣服嘛，要包括同一些植物性的一些植物油啦，一些碱性，叫皂素，甚至很提炼很多。我们知道橘子对吧？橘子皮，好，我想最近有橘子清洁剂洗碗巾，对吧？不要丢。对，那醋啦。 橄榄油啦，是吧？那这些弱酸弱碱，还有我们知道的西米水，对，还有茶叶，盐巴，这种都是很多是厨房拿得到的。那比较植物性，这叫无患子，无患子，这也是。单位讲马剂，啊，对对对，无患子哈，还有这个茶籽粉，茶籽粉事实上我今天把它做成，它也是个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啊。那你把这些全部弄在一起做成这样，这无患子跟茶籽粉，把它打成粉，对，那这一样是就。 遵照吴教授讲的，是天然哈，那其实一样要起泡也有啊，对对，都也有啊，患者常常起泡，对，患者是有泡泡的，对，那刚才大家不是在苦恼说这些我们这些属于这种化工的清洁剂，擦上去怎么办？那你就把它泡一瓶这个水，你就不用自己去用，一定要热水一直抹，一直抹也抹不掉，对吧？对对，我们自己做一瓶天然界面活性剂，对，那一样，而且不用怕伤手啊，对，这是弱酸弱碱的，都很天然的。